空中的。 呀，都该救这个兄弟啊！救他呢！还直播。屁！哎呦，我这个房子全是漏风的窗户。楼梯要下。左边围墙，在寺庙那边围墙。没墙两个。 这敢救的？操！我怎么丢包这么多呀？还在那里，往右边去了。nice！我来研究 TS， 我操！ 牛啊！哇，这个人的穿衣，操，这个冰枪有点快，你知道吗？再慢一点，我就把他。